目前是有五个 BG，然后有一个瞬移正在研发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可能会补上这个不朽或者是眼睛，就是观察者。好，监察王从这边侦查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。哇哦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感染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污染。不过这边虽然是补了4个 BG，在家里，补了现四在个总共 BG，来到9个 BG 了。哇哦，哇！现在这里的神族的观念也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哦。九个 BG 要来填压，然后呢，目前还没有看到 OB。那我们看到蟑螂有没有遁地了？蟑螂已经有遁地有哦。了，所以 Sam 等一下抓到蟑螂要遁地的话呢，可能会看有没有打算要退，或者是就是稍微迟缓一下他的进攻，好，蟑螂全部遁地。Sen 的视小角，眼睛他完全不知道，小眼睛过来了吗？还没伸出来，刚刚被污染拖到时间了，现在才伸出来。但谁没有要进攻的意思，稍还微要试团探了一队下。破冰，哦，越来来越了来多了，了。来了，冲啊！哇，立场下完蟑螂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卡住了。我发现我烂电脑，完了完了，我有点想要揍这台电脑，我都还是逃走好。是你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我因为上次就发生过这种事，然后气到一个不行，好像是我烂电脑的问题。不过哦，要刚，出门了吗？这个兵力有落差哦，哇，这有差，哇，有差距。还有闪现啊，哇，这个根本就。而且三矿已经盖下去了哦，那现在对于各方面来说都是现有的优势。孟格雷斯继续的在补更多的刺蛇。那刺蛇的距离也快要研发完成了，要死守！哇，真的要死守了！哇，这只后虫差一点点。哇，这个剩11滴血，差一点点。开现在了孟，护盾，射哦，回去。护盾也开了，双护方盾在比射拼回去。操作。孟格雷如果有办法点掉那一只的观察者，那就是 OB 小眼睛的话呢，孟格雷就会有优势哦，他的蟑螂是可以遁地的。哇，我们要被绕三矿了，三矿，哇，不太妙啊，这样会被封起来，这样三矿救不到啊。哇，不过水晶先被打掉了，直接要来一包刀围了下吗？啊！哇，这个立哇场，哦，被立场隔开了。神族立场的放置就是这样子，主要是用来断兵哦，就是可以让你一部分的兵进来哦，然后再隔断。哇，现进到了孟格雷的家中。这里压了进来，哇，非常痛苦啊！两颗的立场，兵力哦，兵力感觉，现在的兵力感觉还是略多，比较多一点。哇！第四回来帮忙了。第四，赶快回来帮忙，然后有更多的刺蛇在做攻击，有办法救得了吗？守不守得住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像好像要守住了，要守住了哇，吗？要守住了！有第四插了下来，好，成功守住。哇！哇，这刺蛇很威猛了，+1的攻击力。等下我们追猎者是+2这边，所以两边的输出伤害都蛮高的。现在又补了一波的追猎。对，哇！但是关键还是在攻面数量现在差到了1倍，而且剩下的兵力其实还有20只的追猎又压了过来。哇，二矿。三矿瞬间要被点掉，哇，这个没有取消到哦。啊！这好，边遇到赤蛇跟蟑螂，做一波会战了。圣这边还是拥有绝对的优势哦，我们无论是兵力还是经济，经济也是，而且是三个，对啊，这个三个矿也是正在挖。对，那这个时候孟格雷的选择后撤了，又回来守了，又来守住自己的分矿。四矿都要开出来了，现在这边已经开下了自己的第四个矿区。哇，这个 Sam 目前的营运上面经济呢，整个就是大油。蒙格瑞只有两个矿而已哦，诶，他第一个矿也是快挖完了。准备要出巨象了，两个 VR，
两个机械制造厂哦，一个正在盖，啊，另外一个 VR 在门口。啊，监察王虫喷了一下。哇，我们看到 Sen 已经到加三的攻击力了，他的攻击速升级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快速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战术哦，第一次出门的时候，其实压过来的时候追猎就是已经是一个二攻的一个状况哦。这个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战术 ，Sen 上次好像就被知道打爆了，而且还被打爆两场。对啊，他自己说是气到一个不行哦。哦。那看到现在已经来到哇四矿，然后追猎也非常的多了。对，那钱都多到花不完了，一千多块。所以现在的经济收入是在1700，那有持续有慢慢的在上升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温格雷这里只有600的收入，一矿是没有挖，没有工兵，就是已经挖完没有矿了，只剩一个矿。赶快把兵拉到三矿来挖矿。其实 Moongrave 这边还是感觉压力很大哦，因为 Sen 这边的兵力真的非常非常多，所以工兵不敢乱补哦，补到了50就停下来了。那盖下了螺旋塔，准备还是要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巨象哦，只是目前感觉这个经济上还是有点小小的落差，看能不能弥补回来。刚刚被 Sen 的神族那一大波兵将压过来， Moongrave 现在感觉创伤应该蛮大的，有这个心理阴影应该是蛮大的，心理阴影对，短时间内都不太想打神族这样子。对啊，那现在 Moongrave 只有三个矿，而且只有两个矿在运作，那人口呢是一直补不上来，因为他的经济不够快，收入不够快。那一直目前人口是在128，那对上 Sen 的是已经178，四只的巨象咯。巨象都是加三加一的攻防。哇，四万一波大军。哇，这个大军要会战了，我有一种预感。等一下我应该会累个一下下。完了，有点尴尬，希望不要累个。要肋骨了吗？有没有要肋骨了？这时候要肋骨，这时候做一波会战，我们可以直接直接喊出了GG哦，他就先喊出了，拯救了 so bad 的电脑，真的。好，那恭喜呢？兵力不好说。对啊，这兵力实在是190的工兵，的这个人口啊，比到70-80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就。比完了第一场 ，Sen 目前取得了1-0的胜利。